只有一句话表达我们的立场，大厂没有蓝绿，大厂只有大是大非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小微火了，我用真实的数字告诉大家，今年五月六月万华发生的疫情大家都记得吗？记得。两个月死了114个人，1800个人确诊，居家隔离数3700人。亲爱的市民，拜托拜托好不好，卖公司有压力，开始讲无去，找一个不同意料，为着咱身体的人，都静音，卖去投票都会使，不要投不同意，一小妹拜托你们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街上有多少人在掉泪？我们可以说，直至今天850个人，因为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。你边境没有管好吧？两个月让我们万华死114个人，李堂总你在干什么？你回答我一小薇，你到现在敢跟我说，敢跟我大声的说，一小薇，万华不是疫情破口吗？我问你都好事了，每天在里面装乖装傻，骗市民骗万华市民。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呀、啊、你在哪里呀、啊、最后我要重申，再次拜托拜托万华的市民，殷小薇站出来罢场没有任何的目的，我们只希望用同理心来唤醒所有万华人的记忆，同时罢免林强佐。我希望全国的公民见证我们万华不是疫情破口。最后我要重申，罢免林强佐没有蓝绿对决，只有是非黑白。1月9号